带我去哪儿啊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你可是第一个来这里的人，小心啊！嗯，有这么神秘吗？跋山涉水的。 欢迎来到我的绿米基地。哇，怎么样？这些全部都是我种的。未来呢，我要在这儿建一座鱼池，养鱼的水会通过水泵传输到上层的蔬果区，经过植物的过滤后，水最终会再次流回到鱼池里。你的这个构想是一个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啊。难道这些？ 就是你留在村子里的原因。现在这些只是个雏形罢了。啊，这些东西都是你一个人摸索出来的？嗯，边摸索边改进嘛。张小满，你果然很特别。哦，对了，你千万不能跟我爸妈说，不然他们又该说我浪费时间做不切实际的事儿。傻瓜，你都不知道你自己有多优秀。 这是什么？别碰！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又摔了？我该怎么办？快别看了，放我下来啊！